我觉得高尔夫球，因为它看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不过其实并不容易。有一天高尔夫球我可能打得很好，但不代表我以后都会打得很好。我觉得这样跟生活很类似，因为一次的成功不代表以后都会成功，但是一次的失败也不代表你以后都会失败。其实我从小就爱唱歌，只是没什么勇气在大家面前唱。这次呢，会想要录一小段歌曲，是因为我跟方荣都很喜欢 Taylor Swift 的 All Too Well， 而且跟好朋友一起录歌曲，感觉没那么紧张。如果你问刚出道的盈盈，可能就比较外向，比较好动。可是27岁的盈盈呢，就比较文静一点，没那么好动。我希望疫情结束后，我能够带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到国外旅游。我想带他们到一个地方，可以逛街，吃好吃的，吃一些特别的。我有太多太多的角色没有尝试过。如果你要我想的话，可能我想演像三面夏娃的伯伯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尝试演过比较爱慕虚荣、比较现实的角色，应该会蛮好玩的。再来呢，如果演喜剧的话，我想尝试周星驰的包租婆，应该会蛮好玩的。不工作的盈盈喜欢在家里陪我的猫猫狗狗，宅在家里，然后。能睡就睡，能吃就吃，应该就是这样。可能大家心目中的盈盈还是我21岁刚刚出道的样子，可能还会觉得我是一个小女生。不过我已经长大啦，我27岁啦，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的成长，然后继续跟我一起成长，然后不要再把我当小女生了。27岁不小。